阿里娃，阿里娃，阿里娃。So delicious. This is the best food in the world. So good. I got it here. Oh, I feel now. Wow. Reall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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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eally good. I feel nice. The sugar is fine. So nice. So nice. I got it here.啊，就好像我们这个大力盐放了，大力盐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子，好火，长型盐一点，放了这个大力丸，一般上好像 A 果比较多了，嗯，大力丸大部分都放在这个 IOI， 啊，是有最少有90%的，都来果了，都来花了啦，来花，看到吗？榴莲树用了这个大力丸，看到吗？它又发凉，所以我觉得我很满意了，这个榴莲盐。大力丸呢，这个施肥呢是非常的有效，而且省工省时，啊又省钱啊。Okay, sekarang ni, setelah I menggunakan produk Green Tea, dalam bulan around Julai, so kita nampak ada punya perubahan, kutu-kutu baru sudah keluar lah. 叶子有效果。叶子，我看到叶子很大片。叶子有大片子。那分享看看叶子有变大片子。哦，叶子很大啊。你看先之前的之后啊。哇，大很多啊，叶子，这果也不错哦。放了大力盐4月25号21年，这个可以吗？这样可以满意吗？是满意，满意啊。这个啊，现在用了大力丸，它的叶子会比较轻哦，然后它的茎也是来比较快咯，树身也是很漂亮，也不美了。那个看就来了，说你满意吗？用大力丸，你不满意我就不买了。你过来看我榴莲，每次问我你用什么肥，我讲我用很简单，我就放肥水跟这个大力丸。因为一看到这就是绿呀、啊。你12号放的那个大力丸啊，标到几靓啊呢棵，啊样标到好靓啊，生讲标到好靓啊，生讲。靓冇生，讲下话。靓。